那、这个火华经》里面有这么说呢：“诸大声闻，乃至菩萨呢，皆尽失度量，尚不能测佛智。”哎，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声闻阿罗汉，或者是全教的菩萨，这个叫做哎，一般修行的人，一般修行的人呢，他们都在嗯。 在度量，在度度济，说：“哎，佛陀到底有多大的智慧啊？”我们尚且声闻或者缘觉，还有菩萨呢，他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来测知佛陀的智慧，令坚定凡夫淡悟之心，辨明佛之之间。 是非上根未免一半，这个意思是什么？就他其实在说着他自己的，他自己的疑惑，他自己的疑惑是什么呢？那在经典里面有说，法经典里面有说，声闻或者是缘觉或者是菩萨呢，他们已经有修行。 他们都不知道到底佛陀的智慧有多高、多深、多大、多少，他们都没办法知道。怎么今天呢？我只有听了闻佛的法以后呢，那呢，我能够从我心中来开悟、开发了我心中的那一份的哦，那一份的我的之见，我的看法。佛陀现在。 哎，长老跟我说了以后，那我就能够，我就能够跟佛的那个之间能够有有一份的那个比拟，而且可以知道是非善根未免一半，我当然自己知道，我不是善根善智的人了。今天听你这么说呢，我当然很欢喜的，但是。 我也开始疑惑，我怀疑，而且呢，也未免就会变成是叫人家如果谤诽谤，或者是说说这个根本不是，那我怎么来安顿我自己？我怎么来回答人们对着？ 我们跟佛陀之间的一个叫做“度量比较”的这些叫做平等呢。同时呢，经典里面有说有三种车。佛陀呢常常就对着说：“你们不要单着在世间。世间呢有大车子，有小车子，还有中的车子，各种各种的车。如果你们呢，车子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运载，同时呢，可以那个是速度的问题，运载的量跟速度的问题跟容量的问题，大家不要单着在世间用世间的这样的之间来看待你自己身心的容量跟速度，所以他就说。 在经典里面这么说哦，那个大牛的车子哦，跟白牛的车子啊，怎么区别啊？啊，愿和尚在此被为我那个叫指点出来。那会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其实呢，大车、中车、小车，或者小车、中车、大车呢，事实上是什么？” 这是经典里面有分分别的说明，叫“你自迷背”，你自己就是还是没有听清楚，有迷惑。他们三圣的圣人呢，就是声闻啊、圆觉菩萨，他们都在哎度量佛陀，嘿，度量佛陀智慧。当然，他们没办法度量，没办法度量。 纵使说他们三个加起来也没办法度量，而且越度量越路越远。重点是什么？你静下心来，安顿你的心，你才有办法知道。 这些精义在说什么？不是要要度量拿，拿尺，拿我们说拿印记，还是拿台词，还是拿公尺，还是拿什么尺？哎、欸，这个标准在哪里呀、啊？啊，三个加起来就能够能够算出多多少多少的那个那个量吗？ 这是根本就是加起来也不行的，一个一个也不是的了。所以，佛陀本来是叫用譬喻来为我们说，这些不是为佛说的啦。佛陀不是在说我有多少智慧，我的智慧有多少，啊，你们比不上我，我比不上你们。哦，这个不是比来比去的问题，你。 还是叫做没有离开你的习气，这样情况呢？你跟那个《法华经》里面本身，他就是不相信佛的话，他以为佛陀在好像一直在说的时候，哦，他有多少智慧？佛陀没有，不是在对自己说他有多少智慧。佛陀智慧，他就是对大家说：你我多一样。 那你如果认为你自己这样是就是这样，而且不肯再进步，那你跟《法华经》里面呢方便品里面那些人，他们不相信佛的话，而且他觉得我得到这些已经够好了啦，我我我我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够多了，不想再进步。《法华经》里面有这样的，就是《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有。 五千退席，为什么五千退席？佛陀说：“我以前讲的这些呢，所讲的经典，你们应该再进步，而且呢，还要再进步，把你们的心量再放大。”结果那时候有一些大一些叫做佛弟子呢，他们在现场听经。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最想说，而、啊、我们，我们已经毕业了啦，啊，我已经叫做完成学业了啦，啊，我这样就好了啦，啊，我已经够多了，再读太多也没有用了，是这样子吗？人是这样吗？所以他们呢，说佛陀，你不要再卖关子了，啊，你继续这样讲，我也不想听了，啊，如果你再继续讲，啊，我就退席，他们就出去了。 事实上，在《法华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他自以自以为足，自己满足了自己，就像哦，你送法华经》五千部了，三千部、五千部、五万部都是一样，我已经够多了，已经够好了啊！就已经会诵经就了不起了，啊，我会怎么样啊？就已经了不起了，我已经毕业了啊，领个毕业证书哦，就毕业了。 这个事呢，世间有没有这些？有，这些是有的，而且以此为主，以此为主，而且事实上，对于我们身心的开发，它是有限、有量，而且不需要再开、再进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哦，波多就说：“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话啊，你就跟那些那些五千退席的一样啊，你就可以，也你也可以，你不相信你就也可以退席的。”事实上，在《法华经》里面，他《法华经》整部的《法华经》，前面在在讲的就是。 哦，我们修行这样就好了,了啊！我不生烦恼就好了啊！我也不发脾气就好。问题是什么？你还有一片的天空，叫做我不生烦恼、不发脾气。但是，我修学以后，可以把这一份我心中的光，来利益众生，来利了众生，来贡献世间。还有一份的贡献，还有一份的报恩。 还有一份的，哎，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啊？从一面讲上，哦，我毕业了，哎，你看我大学毕业，我拿到博士学位啊，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不是你拿到学位？是重点是你要怎么贡献呢？哎，现在有很多人说啊，博士都没有工作做，拿了学位。 学会是在代表了你修完这个课，不等于叫你后面本身叫要奉献的呢，要服务的呢，就是修学后面还有一个层次，还有一个层次，《法华经》有前半段跟后半段，有很大的差别。那后面的。 差别在说什么？你是想从前面修完以后呢，你就要进入后半段。可是呢，有的人从后半段先说发心，像奉献，觉得还是不足，说前面还是要修学。一般修学前面来充实自己的，叫做本分。那充实本分以后，还是要发出你的身身心的光眼。 所以叫做他这个时候就在讲说，哎、欸，不要老是在那个火仔里面，本身在那里哦，我就说三个玩具哦，就要玩得很痛快，不是，要跳出火仔，重新看到门外还有一大片电光等着你要去修学，而且呢，那个才是真正的本意，不真正的本意，所以我们修行是在告诉什么？ 不要，不要自设限度，还要修学，但是自己觉得不足，不足还要再进修，不要以为呢画一条线哦，不要再跳过去，学学太多不好，不是这样，禅修更清楚的是，你、嗯、还有更大的弹性，更大的空间，哎。 活到了就要学到了啊。哎，活到了学到了，什么叫活到了学到了？空间在哪里？空在哪里？在你的本身要去开发，要把你自己本身哦，我有多大功德，我有多大福德了？是现在是福德，实际上你回过头来看一看，它变成你的障碍吗？不是。 他如果变成障碍，那不对。所以佛佛教的理论呢，这个叫做，哎，佛陀说法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如果说，哎，要一直讲有外面还有更好玩的，哎，更大的空间，你应该就是要。 静下心来，不是只有到哎照到镜子就够了。你应该要变成你的光，而且来指引你自己。要的是那份光，不是要的一个叫做哦乖乖的啦，我已经很很平稳了，我已经很好了。哦，不是的，不是的，你要看到生命不仅别人的生命需要你，你自己的生命更需要。 更多的发展，更把那个光发出来。所以，哎，六祖慧能大师就跟哎瓦达说呢，其实呢，佛陀就说,說来自这个世间，哎，只有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就是外面有三部车子，哎，等着你们，那三部车子也是假的啦，那个叫做什么？ 没有第二步、第三步，它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把你的知见，你的知见就是你最大的宝贝。而且呢，你会珍惜你这个，所以禅修从哪里是在稳定之间，那一个是止观的，一个是禅观的，一思是观。观的是叫做让自己的身心。 光发出来的，这是修智慧的。那修智的呢，是定下来的，这定下来的。所以说，现在佛陀所说的呢，他是说，哎，要开发，要开发，开发自己的智慧，要开发自己的智慧。那归实。 这个才是归死之后又怎么样呢？死以后就就是你生命的光的发展，它没有死，哎，你说有死吗？那不是还要再进步吗？进步又还要再进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 要不断的在用功，在进步，同时呢，哎，你这样就是叫做在受持《法华经》，而且真正的受持《法华经》，从解自己，从这一辈子到下辈子，从生生世世，《法华经》就是你心中的哎真理。 你呢？一直受持下去，而且呢，法华经转化变成为你生命的光，这个就是你在用功。这个是从法华经说起，其实我们禅修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念你句阿弥陀佛，是。 一直在阿弥陀佛身上，哎，你就是你，你不是阿弥陀佛，哎，你把阿弥陀佛的光转化成为你心中的光。阿弥陀佛在哪里？他从解至解，从生至生，从这一辈子到下一辈子，在无时，他就转化成为你心中的立刻。 新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指引你的力量。所以呢，那个华达，华达呢，听了以后呢，得到启发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欢喜。同时呢，他说，他就赞叹，同时呢，就呢，就跟慧能大师说：“我经诵了三千部呢，但是呢。” 哎，只有潮汐的一句话呢，就把我的这个三千步呢，化成为划水。所以呢，为明出世之，我不知道呢，对佛陀来到世间，我也搞不清楚。对呢，我自己本身在受持呢，我自己呢。 就是还是遮蔽住，所以呢，我呢，可以把我生生世世的这样的、这样的这种，哎，叫做罪障，或者这种狂妄，或者这种供告，我们都能够帮我呢，能够。 能够点开，就像《法华经》里面的，哎、欸，佛陀说的，有羊车，也有鹿车，也有牛车。这个是什么？不是一步登天，但是呢，就从这个小车呢，我开开始慢慢的从小再换小车，换中车，中车换大车，我这样一步一步的推进，同时呢。 我一开始这样修学，直到那个方向明确，一步一步这样来走。所以我，我这个路，法华经》，《法华经》继续受持。那《法华经》呢，就转化，就老和尚的一句话呢，转化了我呢。 是那个方向路途出来的，所以老上确实是，在三界活在里面呢，也是呢，就是如佛一样在指引着我们。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仍然跟他说：“你今后呢，仍然还是呢，可以念经。” 你是一位很好很好的念经的生前，你就是要这样不断不断的受持下去。这个是什么？是你找到叫做找到善知识指引，啊你找到路。所以这个叫做亲近，同时呢，也是呢六祖慧能大师的。 那个，嗯华智这一部经，这是《法华经》。那这一段文呢，是从哎、欸、那个《华宝坛经》里面呢，也是它的结露出来的。但是这些呢，它告诉我们诵经不是问题，诵经还要再进步。那诵经呢，也是呢，目的是什么？不仅照面，刚刚开始是要。 保去污味，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圣经如果不知道经要指引的是什么，那就可惜。所以遇到善之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古德也有说，如果读经呢，哎，跟这些经文呢，变成了变成。 变成仇家，就是执着在这些文字上，啊，文字一直在一文解义，事实上也是可惜的。但是呢，如果说要知道那个路在哪里，也不能够离开经典，也不能够离开经典，经典还是就是说指引道路的那个哎这样的明灯的工具。